哎呦，我们现在贵族是卢米，是不是？他自很以为贵气，族吧，哈，他刚很不了不气，气起到想啊，哈。当哎，我贵这族次我要啊。换个，我要换一个不那么混分的。我觉得我刚很混分呢，我傻眼。不会，换你当矿工没有，你啊，刚刚矿工救了好多爽。少人呐、啊？对对啊，啊，刚刚那个你大的存在就救了多少人了？你而且你知道那个波波超赶的，他都走到超前面，然后看，你不用那么靠近，没关系。然后你就是一个海鲜，然后当坦克在玩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讲什么？没有，这是补血啊，没有，补血的，不就是不懂吗？OK。哦，你这样不行，这发言。你在讲海鲜，我觉得不行。就是，为所以结界是好玩吗？瑟雷西嘛，对对，瑟雷西啊，瑟雷西啊，刚刚结界是用的如何啊？结界是我觉得很手忙脚乱，但是很好用。真的好用哎、欸，他做了好多东西，好像很好。对对，遇到弓箭手马上开手，然后可是遇到什么时候要开什么东西，然后平常你还要抓准那个冷却时间什么时候放。好，不玩。哎、欸，宝宝，你玩这个啊？不玩。结界师绝对不会混分，绝对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当雷子在玩超忙，而且我们刚挖到钻石全部都给哈基，给哈基。对，你知道守家的时候，你不是两个冲下来吗？马上放那个力量结界放下去之后狂打，所以打很快。力量二的效果很强，太神了。只是就真的很累，真的很累，真的。哎，我然后之后守护者可能会再 buff， 因为结界师有一招可以哦，结界师有一招可以让人家发光嘛，我刚想到的。嗯，就是你放那个虚弱，有影响到的都会发光，那等于说就跟那个守护者的技能一样了。不然就是守护者蹲下的时候，有敌方靠近的时候，会有那个刚刚肚子叫声音啊。敌方会叫出来，有没有？或是对方虚弱的。然后如果一群人隐形过去，超对方开始胃痛，超吵的。对方开始胃痛。我来三个全部人都如果用这个会不会很吵？好啊。嗯。啊！吵死了。来自地狱的呼喊，好有高啊！那个低的好可怕哦，是要高一点的高频，高频的啊、哦！来试试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低频的，高频的，高频是尖的，小僵尸，哎呦！我刚是跳买买买买买，买买买买买，买买买。来，慢慢来。低男，而且小小声的低男那样子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、哦！有人在你耳边，耳边、欸，很多人听起来就像不可怕，可是一个的话应该听蛮可怕的。恐怖哎！如果更小声，你想听吗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很小声的隐忧隐声音啊？很小声隐忧隐忧，然后把频数提调低。还有声音，现在是不是还有了、啊？还有还有，超小声的幽影，这个幽影吗？没有吧？不是，不是，还没，他还没弄好，还没弄好。嗯，姑姑，花小，姑姑，花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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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姑姑，我还没选呢，等一下。我听了超多次，我来是要听到你在讲什么。我努力听到你在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都有点可怕。我是三子。哎、欸，哈基，哎、欸，哈基，你再去做一个恐怖地图好了，我就好了。这听起来超可怕的，好恐怖啊、哦！哇，按不到吐火球声音，吐火球，吐火球，笑的是哪一个？再看，这好还好，这就还好，这是地火有魔法的感觉。我怎么听到西瓜？他说哈密瓜、哦哦、不是哈密瓜，对不起。哇！哇、哦！哇、欸！很像那种魔女在你那个头脑中叫，幽魂在乱叫，幽魂魔女的考验。这是要我喝汤了，是不是要喝汤了？对对对，你要喝汤了，你要不要喝？来、欸、那个选职业了，选职业了，有选完了，他要结界师是不是？对，结界。哎、欸，现在你说游侠是会有奴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是奴，而且贯穿，是贯穿没错吧？对，贯穿，确定。很强哎、欸，配中毒剑很可怕，重点要
重点要做你。就是、可怕那其实想说，其实如果旁边站着个贵族，好像回血就回血，回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对，那时候婆婆在旁边的时候中毒下来，嗯，我直接中毒，然后就直接开技能。你要不要加个凋零剑会比较好一点？贵族会不会太多了？那这样其实刚度挖矿的那个刺剑不会饿死了、欸，因为要不要两个贵族要？我吃一口肉不会饿死，但是还是一直饿死。那个我觉得骑士现在也还不错，因为他的那个马 CD 还蛮快的，够、嗯、啦，三个够啦，三个贵族够啦，三个贵族可以啦。因为我们分到三个不同，一个手加两个冲的贵族可以吧？一个贵族死了，还有另外一个贵族在。对啊，贵族三家可以轮流上。对啊，三贵族他会触发 buff 啊。对啊。这个贵族可以卖牛排。贵族是他。哇塞！大家听到巧克力讲这种笑话，难过哎！救命、啊！太冷了！你是被谁影响？那个的牛排你吃了？太冷了！太冷了！我游戏。哇哦！帽子没了！我要切，我要切，我要切！书记得哦，书记得哦，书怎样？啊，书柜那个哦，书柜哦、啊，我以为技能书怎么了？没有没有。哦，一开始就弩哎，好爽啊！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想问他，射吗？嗯，初始剑跟一那个送的剑是差在哪里？没差。哦哦哦。我想说点吗？好，对不起，因为玩两个职业都有送剑。哦、你说什么刺客的剑？刺客的刀子啦，刀子啦，刀子哦。没事的，没事了。刀子的话，我忘了、欸。好像木剑，一个木剑呐、啊。哦，一个有冲，一个有冲，一个有冲击，一个有幸运，他是这样写。嗯。好像没什么差别，好，没差，对，其实好像没差别，没差别。那一开始拿两把能吓的人，啊，不是啊，那个小帮手挖了几个铁就走了，挖、啊、全木头就是，拿一条就吓人，抓球，抓球，到宝宝，怎么啦？刚刚想打波打不到，那你现在打我，现在打，打不到，没有同队伤害，我去，开个同队伤害吗？我去拿河豚。老老子，哎、欸，你要中，哎、欸，你知道蹲下蹲下他们会长比较快吗？真假的，蹲下蹲下，你要一直狂蹲，啊、你要狂蹲，你要种下去狂蹲。哦，真假的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对，有那个设定，有设定，对，就类似那种丰收舞的感觉。对对对 对, 對，小彩蛋啊，小彩蛋。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欸、你看看、啊，哎、欸，不想连剑，小彩蛋试试看啦。你相连剑跳出来了是不是？你看长快了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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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骗你，是不是我按的不够快、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，我跟你有没有？很快，变快，变快，脸都红了。不是按的不够快，我觉得耍人啦！没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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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被耍白痴？我刚刚很认真，我想说。真的、哦，白痴哎！我想摸摸看他们要什么。我想说，我相信一下啊。不是假的，没有，因为还真的信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相信吗？嗯，因为我刚刚踩了那个农田，然后之后它旁边有跑出骨粉效果，那就刚好了、哦，那刚好啦，刚好。我想说，真的有这种设定了，我就想去试。哎、欸，所以巧克力，你刚刚有拿到 TNT 哦？有啊。哦，我们这边被拿走是不是？对啊，被拿走。哦，你就说我当骑士啊，我就是马直接跳，然后去拿你们。哦。刚好一匹好马。对啊，这个而且这谁的啊？为什么会加速？没有啊，加速那个啊，狙击师啊。哦。好酷啊！自己拿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在下面？白痴啊！加速了好吗？怎样？我们两个卡。我们两个在下面玩，我们两个在为什么在下面呢？露米过来，露米过来，露米过来。刚刚有人在下面玩，好，我们就在被压扁，没有贵族在这边玩。哎、欸，有人加的人，刚刚也是可能要来打我那个铁戒，干太快了，对了，就很想打我的铁戒，对啊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啊，对，就贵族走过来看你，怎么趴在我下面？
你趴在谁下面？谁在你下面？谁在你下面？你又乱讲话了！姐姐的下面，这个我没乱讲，是他们乱想。被恭维。杰克在下面。杰克在下面。杰瑞在你下面。哦，杰克跟杰瑞在你下面。越讲越歪。讲不清不楚啊，我们很好奇啊。箱子有铁钉，不要。哦，哎，问一下，你们刚刚有拿我们附魔牌吗？叫我，我要吸，我在吸。对啊，你们拿，哎，没有，哦，所以是他死掉喷掉的。你知道，因为我现在虚弱，看不太到。没事，好，你走。你们在哪里？我让你回血，我帮你回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OK。他没有贵族啊，跑啊！团团，等下可以做自己喽，你先做自己。好，我先做自己，先做自己，做自己，做自己，好自在啊！好，要做自己。对啊，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真的。拿到32个，团团还有祖传的死稿吗？祖传的死稿，祖传的。没有，我本来就旷工，我没有死稿，给你啦，铁稿啦。你怎么那么好？那个剑符只要一经过就被他压哎。对啊，我看在下面玩啊。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不想离开了？你是吧？有点好玩啊。有这么哎，对方，来，哪里？金矿，我真没有发现他呢。喂，他破盾。耶，我没事啊。加宝剑，那个加宝剑。波波现在死掉要小心哦，40%掉落哦。嗯 ，OK， 尽量不要死，我懂。那露米，我帮你看。吓死我了！你要什么？我拿给你。现在就是每个矿坑一个贵族。哦，我只是想挖矿抽奖而已。啊！聊天室，你是贱你。聊天室。好的。每个矿都有人。没有啊，我是补血用的。你要什么？我拿给你，你挖你挖，我只想要一点经验。哎，你哦，我有。你来，我只知道换剑而已，我知道做剑而已。我是会断的治疗图。哇。我对箱子做了一堆，我就有铁拿哎、欸。你说什么啊？拿出来！舒服，发现好舒服，拿出来！不要，我做完妆了耶！ Yeah! 哇，有繁星在，我整个舒服。舒服，还有贵族啊！干嘛笑那么开心啊？你干嘛？没错啊，谁的笑点被抽到了？我大哥，我笑点低。不要笑点低了，哎，真的是点低很可怜。哎，破盾，难怪会有爱心效果。刚想说怎么打你，打到一半你再冒爱心，就是回血。我想说协会系统，你会对啊，很正常啊。又有人过来，他们有那个也有贵族，有贵族啊，所以叫你赶快过来啊。等下，贵族是不是自己回血？是不是？你血不多啊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要出好战，我要撑硬一点，对不对？我要撑血量跟防御。我要出个苹果，你要出金苹果。哇，对，我要狂买苹果。其实赌到那个衣服就可以撑血量。对，露米的头挖，哎，被发现了，我才挖了一颗。我眼睛哇，被挖一颗就马上发现。我锐利的眼睛，还是你太敏感了。我有笑而不语，笑而不语。啊，哦，天黑了，狼人请闭眼。天黑了，狼人请闭眼。有隐形的，狼人睡觉了。有隐形哦。狼人睡觉去哦。干嘛，露米想干嘛？头啊！青金石矿上有一个人哦，要过来了。来了！哎呦喂，我把风暴人放出来了，我这白痴！你在哪里？我黄金洞，我没戏啊。你可以再挖走就好了。不是，可是我现在被两个人打啊！来了！你快去团团那里，你是贵族。团团！哦有哎哦，我不是要换气了。有，你有回我头上面，在头上，还有头上。
反正我大概懂，这里也需要你。我大概懂为什么你刚刚说那个走一走会现形，对不对？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显形的，所以我就是很不敢冲。惊险惊险！就是手会突然出现，对，大概一秒瞬一下，一秒瞬一下，一秒瞬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是啊，我再看一下这个。没有，因为会影响到视觉效果。哦，你会不敢冲。危机解除，危机解除，贵族真的很爽。贵族真的很强、啊，回很多哎、欸，很舒服。你完了，下个版本被消了，应该要被消了，要被消了。杰瑞在里面，贵族给的是我在跟神父忏悔，神父忏悔。Excuse me， 没有。哎、欸，有人哦，有人哈基，又是他，又在看表，又是他。人家在看东西，你这样子坏坏，好像真的会接隐形，你坏坏。抗性一回复一还好呢，结果他们你们说你们真的是看不到我啊，所以其实还好。家里有附魔台了吗？啊，在我这啊，你们要吗？我哎，怎么样？声音低？嗯，发射。哎，你们的这样的话，我在放贵族效果会叠加吗？不会。啊，抱抱怎么会28滴血？他那个、啊，我那个、啊、贵族。那如果吸收游侠，他会那个吗？他会不是游侠没有八弟，他贵族啦，贵族哦，安南，是贵族，就多四颗黄色爱心了，28，没有，我们后面帮你们 poke， 耶，我偷到东西出来了，还有技能，那个波波，我们手上弩可以破盾，有，我知道，不是破盾，就是不用可以有贯穿，所以不用管，直接射就对了。我喷了17个，我的裤子也喷了，哇。贵族之耻！哦，他们贵族先射他们贵族，先打补，再打。打贵族！我还有一分钟冷却哦，大还有一分钟。贵族死！我贵族。大还有一分钟。他们贵族死了。看我！开射！可以打，中间有宝，中间有宝。想要没有多，想要没有多。打走！哎，有血不多。哎。哎、欸，卢米也开大了，他先，狙击，我操，三个贵族刚好，卢米也太强了吧，三个贵族刚好，他原来要先充能哦，刚刚谁挖黄金的？我们要牛排，啊，在我这里，哎、欸，人来了，人又来了，一波，哎、欸，保护，卢米有食物吗？杰瑞，我这边有，有。给你吃面包。我刚从对面偷过来的啦。给你面包。对，我这边没有食物啊，我现在才有一组的牛排，好爽。哇！哎，没来了。哎，光金矿。有金矿，我都还在 CD。满的救命！救命！还好吗？好了，附魔台你们要用自己弄，我要去换食物了。好。这两个人在干嘛？我三四路米，你还在挖？帮人打啦！你还在挖？你们两个帮忙啦！欸、我只是贵族啊！妹子、欸，对啊。所以呢？所以呢？哦，我就默默在旁边挖一个嘛。所以呢，性别平等啊！性别平等。哎、欸，牛排在箱子，你自己拿。怎么这么快就那个了？三十。牛排在我身上，自己拿。好。好。把它干掉，把它干掉。来。我们去弄河豚。你们有没有杀人的那个啊？死亡的那个身心灵魂碎片。露米。露米。啊！高派混沌之物。哎呦！哎，我还差一点铁。哎，有了，我六四个。破窗，谁破窗？听到破窗声音。巧克力的。有牛排，我放一些在箱子里。来，还有一些垃圾。还有一些垃圾。哦，少一个。啊，我变废物了。为什么？中午了。中午我干嘛？对。啊，可以，夹克，给我拿一些红石。我这边，我红石这边，在我这。如果你是弓箭手啊，你也可以换箭士。等一下，我的帽子呢？哎，对啊，巧克力，弓箭手不能穿帽子，游侠不能帽子。哦，难怪不见了。巧克力刚爆冲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要用黄金去买。
哦，买的不是抽的、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、不是不是不是。哦。而且它 CD 有180秒，你不能一直充哦。我刚就想一直充。想干嘛？它是共通的哦，就是力量跳跃加速都是共通的。我要青金石哦。没有，你是找杰瑞？我才刚过来而已。哦。那箱子我刚刚有放啊。我的发。有吗？还是没了。右下角。保一都只有保一。发生什么事？哇，现在附魔太高级了，无聊。哎、欸，金矿小心哦！金矿小心！哎呦！哇，抠经验！啊，他发的哦，还缺两颗。哇，我来挖黄金，他想说我需要就把黄金给我了，其实我只想来偷经验而已。哎呦，好痛！我缺两颗。你缺两颗什么？你缺两颗？你没有两颗？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好。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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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了你有了，有了。哎，杰瑞，来高兴的衣服的。哎，那他就问一下、哦，贵族的效果自己本身吃得到吗？吃不到。哎、欸，第二不到，第二阶段了吧？对不对？主动技能呢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加力核心，哇、欸、哇。啊，不就好险，我还没买。哇，第二次哇！等下就好险，哇！你刚刚如果买的话，就不会被挖咯。对啊、买了的话是没有，买了的话就直接被挖。你是可以的，我无法相信。欸、那边哇，你看他都不相信我们，我们还是队友吗？欸、在这里啊，中间啊。好了，我买了，我买了， okay. 我买了。咦、欸？耶！咦？啊啊！之后如果被挖了，就你要去问小帮手了。小帮手在挖。小帮手。现在是小帮手在挖绿宝石，不是我了。小帮手压力山大、欸。他们挖了一个洞，直接挖钻石、欸，哎，好爽啊、喔！把它堵掉。哇！把它灌水进去，灌蟋蟀。好，灌蟋蟀，灌蟋蟀。我等下去那里放陷阱。哎、欸，矿都没有，我的容身之处每个洞都有人，我要怎么办啊？啊，给你打架，打架，打赢就有那个洞，有吗？射我！你没有听到不能射过射美女是不是？哈？他没听到，他真的是没听到。听过不能射美女。哎、欸，波波，你要不把这个放副手？你下来，波波，啊、这个墨囊。你把这个放副手，那如果他们打你，你就可以喷的他们满脸都黑黑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可以，那个是歼灭的一个那个，对，失明功用。真的，真的啊，他就这样想啊，他自己设计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如果我拿三叉戟来玩，哦，远距离的贵族，哎呦，对啊，也可以，你可以拿弓啊，也可以拿弓，好超快。家里有一把暗示者哦。掉太多东西了，哎、欸，中间好多敌人了，我是不是要该打了？上啊！哎、欸，右边有捞一个，右边看到了，右边有一个，右边有一个，过去追他，杰克，后面那边有一个，矿区铁矿区有一个，对对对，他有点裸，姐姐爆啦，中路三个四个，哎、欸，中间，贵族要死了，贵族要死了，你们那你们打，我来，中间哇，他们都射，对啊，后面龙核心。核心有人要偷啊！来，我那边、哎、那边有人在打，那到处叠，叠得丑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的那个贵族先杀贵族，有他中毒了，贵族要死了，我有吃到中毒，哎，我先降治疗，哎，打先打那个附魔的。我突然觉得好像打LOL的会战哦，是啊是啊，越来越会战会战会战的，上一季的你，对，打补后排 AD， 我先打辅助就对了，中路，那我刷撒炮，喂，我这个位置好好去，喂。哎呦，我这边直接灌进去啊！他中毒了，有一个中毒了。哎，
没血了是不是？死！哎 ，OK OK， 所以这弩应该可以负坏速偷啊，用铁簪弄进去吗？对 ，OK。然后这如果配上快速上弦，应该就很强。上弦、哦？你是说上弦吗？对啊，还是你要下弦？下弦。我去抽东西了，再见。哎，抽到衣服先给贵子加血量。粉团，我干嘛？他们要一点红石。哇哇，钻石的路在哪里啊？红石那个箱子右下角还有。他在那个钻石底下。你怎么这么？你是这么瞎吗？偷偷在那吸金链。我矿工哎、欸，不然哎、欸。有我在他们那条路。啊！等等等等等。啊！没关系，是喷掉吗？还是啊？算了，我刚去偷矿，没偷到，然后偷完了，偷完直接拿在手上，哇哇，嘿，然后拿来副手才可以。你们要冲？有没有要冲？你在哪？他们的黄金矿洞，他们的黄金矿洞，有这么凶？征求征求贵族，哦。门口门口有一只，连两个这大大脚，连两个大脚，哎哎呦，力量石，哎，不要跑，哎哎哎，我跟他我跟他，泰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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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，泰森他们受不了是不是？太深了，哎，我回来回来回来了，你车有距哦，哎，我的血量，哎，你们小心你们小心，哎，哎。哎、欸，来啊来啊来啊！他们那贵族、哦，他们有贵族在最后面，你们撑一下，我游泳到他们后面。有失明，背后突袭，你不是贵族，你走开！哎、欸，哦，打到人了。贵族，失明他失明他失明他失明，我超远的，我跟他们贵族，我死他了，好爽啊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没发光？我在他们家。哎、啊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没发光啦！哇，水水龙鳞，有没有来右边？我们家哦，又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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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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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、啊，破盾破盾，水啦！有那个，拿拿失明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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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热气球这边刚好哎、欸！不不不不，你要头头顶住，顶住头，顶住头！来来来。先顶住头！有有有！哎，怎么玩找你啊？热气球刚好是两格高，真爽快！喂、欸、喂，破盾啊破盾！哎哎，痛痛痛！我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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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面有人！贵族 ！CD！ 贵族救命！哎呀，死啦！啊！没有，我刚身上没有带带弄。在那里，哎、欸，波波，你有没有退啊？有我来了，我来！哦、小心别太深。哦，贵族，贵族，贵族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还行。先给你们 buff， 先给你们 buff。回家喽。Yeah。回家。哎呦喂！没食物了。哎，波塞顿之戟。那是什么？大脚。三叉戟。三叉戟。啊！你写错了。啊、我刚刚一直没有丢墨囊，怎么没有宝物？没有没有，墨囊你放在副手，它就会有用。有，你刚刚你要被打到还是什么吧？对，你被打到就会喷他们。哦哦，那这样我很喜欢。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会爱啊。真的，哄你啊！真的啊，超开心的儿，的儿。哎呦喂呀、啊！我就不信我这样也可以挖到一下，我这样的话我就很厉害了。哇，自己夸自己呢！哇，耶、yeah, ，我走啦！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！好厉害啊！你好棒啊！哇，你好，难得有人这样夸我哎、欸！左侧有一只哦。左侧哪边是左边？金金石，拿碗的，拿碗的。我的洞，我的上面的那个。你的洞，有一个人洞，
我已经马上转弯了哦。嗯，他转得快，还好，还好转快。不见了，不见了。绕回一下。蛋糕大赛、欸，吃蛋糕，吃蛋糕。才刚吃完。这么有人走进来了，这么有人走进来了。有。蛋糕。我饿了，我饿了。我们那个发光美猫，他走背面，他走背面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蛋糕差一点。哎，我干掉，我干掉，我干掉了。怎么有人吃错了？要吃蛋糕，要吃蛋糕，可不可以多放一点蛋糕？没关系，刚被打了，我现在可以吃了。我看看哦，蛋糕很多啊，厨师这里很多蛋糕、啊。不是，是大家饿而已啊。买啊，我们没有黄金。买药。哦，我要上，我要上。我抽爆了，来了，我来了。吃，靠近我，靠近我，靠近我，再一个，再多一点。靠近我，靠近我，来来来。蛋糕不够啊，我们很饿，我们要吃鬼啊。没有啊。洪振因为落得八七出队友、嗯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了。有队友啊，先剩下冲一波。就我不用坐庄了、欸，有人可以帮我准备个稿子吗？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一个稿，我要金稿，他付我的，有吗？很挑呢，要进攻啊，不然呢、欸？被嫌弃。我先拿一般的稿子来玩好了。